现在呢，我们来说那个唐运，他本来去考官啊，去考科举啊。科举本来早期是叫任命，后来就变成科举啊，就考官啊，就考啊，从地方官一直考到县城，县城到省城，省城以后就又考到政府的宫廷里面去考的。所以儒家的这一套实际上是什么？是只要认真，只要认真，而且要累积，要学习。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也是在这样的背景里面长大。五十有五而自己学，三十而怎么样，你们背一背。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对，都是这样继续一直在学，也一直在考，也一直在，就是说明是什么？要积学，要积蓄，要累积，而且要进修，不断的学习才可能。纵使说学而优则仕，还是不断还要再学习，再学习，再学习。但是在做中国的哲学里面，常常说的呢，没有说智慧是天生的，说智慧不是天生的，要在好学中积聚养成的。要好学，要累积，要像蚂蚁一样这样的爬，一直爬，一直爬。现在还是这样，没有说怀疑我们这样学是不对的，我们自己也相清楚。但是这样学就一定可以成功吗？中国的科举到什么时候大家才把它废掉呢？到清朝。为什么要废掉呢？因为甲午战争，因为鸦片战争，开始怀疑这样的一套制度。怎么变成是这样？说首先提出要废科举的是章太炎、梁启超，要新华变革，但是没有变成功。后来发现呢，日俄战争在中国战争，在中国的东北战争，日本还占领，结果呢，中国还要赔偿国赔日本，赔苏联，人家在中国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结果那时候大家都还骂日本这么怎么样的国家，都还可以打赢，还要赔，民脂民膏这样赔，大家那时候才觉醒，科举是不是有问题？是一个制度用久了，累积用久了，还有一个再好的制度理念用久了，累积像蚂蚁雄兵这样，大家一直往这个方向走，开始根本就是要重新去思考。现在我们在这里禅修，禅修所以后来到了中国，六祖慧能大师那时候提出来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我们要是佛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结果就开示多少，整理出来，把这些呢变成为大藏经，又经过中国的翻译，那文字本身在改变的时候，事实上有时候能够
能够真的打其意，有时候分身那个理有一点点，哎，后面本身的文化跟生活背景要加进的东西，事实上要不要重新去思考，这是要践行的。那时候才会提出不利文字教外北传，结果变成也为中国维持了叫做好长的一段时间的黄金时代，就是中国禅宗。不是叫做什么都一开始什么都是不好的，是一个叫做跟科举一样，就僵化呆滞，而且是大家一样吃着葡萄干，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吃葡萄干。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葡萄干还是要继续吃。这个地方回过头来要说的是什么？那问题就是道在哪里？道还是在哪一个没有？所以某一个法，你只有一直在套这样的模式，反而它僵化以后，你要重新去看待。不然我们如果一直在这些语录上面大家说重新再翻，我觉得也不是叫做错，只是他要说什么呢？好，种菜有道，还有呢，那挑水运载当然也有道，所以道无所不在啊，只有禅堂坐着才叫道，才叫做禅修，走路就不是。那问题是什么？道在哪里？道在哪里？这个是有时候这个不是绝对答案哦，不要以为说好，好像祖师大德可以帮我们找一个哎绝对答案，绝对答案绝对就是没有的啦。所以有很多的语汇呢，有很多的语汇在禅宗里面呢是不再找答案的，不是在找答案。所以有时候大家问说，哎，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做什么？祖师西来意问什么呢？所以常常会答非所问，也不知道回什么，因为事实上那个是没有答案的啦，那是没有答案。道在哪里？哦，我坐着，还是我站着？我吃葡萄干，还是我正在种菜？还是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也是叫做会人家觉得叫很吊诡的，很吊诡。那我们现在必须把这些重新去唤醒。这个庞蕴，他是选不从选官，而是选佛。事实上，他后来呢，他不因为就是在家嘛，所以他呢就用当时的那个人们所能够理解的语言，他不是在讲一经一论的，因为那时候已经。讲一经一论也是很好，讲论也好，讲记也好，这全部都是佛的语言。但是回过头来，宗教之所以叫宗教，一定要回到人的本位，不是以叫做天子是治理天下，还是回到人。那人就是还有人的人的秩序人的修学的该有的学修，还有人该有的各种的功能。
这些一点都不能少。所以他的亲戚也是很多啊，因为他有钱嘛，啊又有学佛，所以居士呢亏钱的时候就来找他，三天两头就来了，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哦，就常常来。他来了以后他就说，你这样常常来也是很费时间啊，要么就多一点，你一定要多少，我全部一次把它算好通通给你。结果那个居士呢，所以就把这些呢他通通要，要的太多呢他妥不回去了。然后他说妥不回去啊，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我有履职啊，借给你，他就妥回去。对，那妥到半路呢，履职也累，他自己也累了。因为妥东西妥太多呢，他不能坐在履职身上。他就走得很累，就在树林中休息。那休息的时候呢，他好像说睡着了，好像就发现有一个那个女子就开口了耶。女子就说，我是你的那个叫前辈子的那个什么某某亲戚，你应该叫我什么，你应该叫我什么，我今天帮你妥这些东西呢，是因为我还欠那个唐公他们家。为什么呢？因为我前辈子跟你一样了，我什么都要，而我也是妥了很多东西要回家，结果呢我最后呢还就是我发现了我鞋子坏了，我还欠他一双鞋子。他就说如果你要，那不然这双鞋子送就借给你。是啊，他是借给我，所以我还欠他这双鞋子，今天才走这一趟帮你妥这一段，所以这辈子我做履职来还。结果那个人后来就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就发现那下辈子是说我也是跟你一样啊，他就说好，那这样我就回去把这些东西还给他，我也不要了，我也不要了。这个叫事件有欠有还的，这叫因果报应。世间还是有赏罚分明的，世间要相信这些东西。结果他就送回去了，回去以后呢他们一家大概也是叫讨论了以后发现没有东西跟送给他，我也没有跟他要，但是回过头来呢变成是我在制造富有的情况，别人穷苦他们必须还要接受穷苦，跟人家就是刮药啊贪嗔痴的这些呢，这叫善恶，还是要还呢？那我这些财产我宁可不要造恶。结果他就把家当所有的这些呢，听说就是把它整理的放到江里面的深处去了。可是他还是继续学佛，带着他的夫人跟儿子跟女儿。儿子呢就是大概还是留一部分的田让他儿子耕种，那他的夫人呢就陪着儿子呢在田里面。那庞居士呢他到处去参学，女儿就陪着他，而且他们呢也都得度。所以宗教的信仰除了叫做我们常常说人的成就政治的奉献的或者是叫官僚的财富的，他怎么度他的家人呢？这也是很值得我们知道什么叫宗教。中国人怎么没有宗教？
中国人叫做这些叫因果报应，那个赏罚，还有鬼神，还有祭祀，这些都是宗教，怎么不是呢？可是我们常常又要说的是，未知生焉知死，死后没事啊，不是在讲死后，讲这些世间的伦理运作。当我们在讲，我讲禅修，我还是更喜欢的，还是回到我们的生活秩序。我记得孔子曾经说过的，君子有三畏，三种畏惧的事。第一个是畏天命，第二个畏大人，第三个畏圣人之言。畏，第一个畏天命。天命是什么？就是信仰。信仰什么？信仰天地，信仰鬼神，信仰中国人说没有信仰，没有宗教信仰，可是会信仰鬼神。那谁是鬼神？说人死为鬼，鬼则归也。那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是信仰天地，信仰有一个运，有一个命，有一个鬼神，有一个祖先，还有呢，现在的好坏是祖先的阴德，是祖先的阴德，这是一种信仰。所以人说第一个叫做是畏天命，就信仰，还有鬼神，还有宗教，还有戒律，这个是第一个畏天命。第二个畏大人，什么叫大人呢？这法律，像最近我们不是说啊，疫情正在风行了，那大家一定要戴口罩，不戴口罩我要罚，我这个是法律，这是大人设定的，大家共同法律设定的啊。现在最近要缴税啊，不缴税要罚，这是大人，这叫法律。某一种事情就是大家政府设定好的规章，这叫大人，畏大人。我们有一个强制可以执行的一个叫做法律规章，这个是已经你不做就是要处罚的，那个叫做法律，跟信仰鬼神这些不太一样，还是有一段距离。第三个还有畏圣人之言，圣人之言叫有一些伦理道德，对父母要怎么样，对长辈要怎么样，对家庭要怎么样。所以我们的叫做社会秩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还是修身最重要。但是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世间里面，你有没有你的职业，你有没有你的叫做服务的单位，这叫齐家以外呢，还有治国，好像一定要放到一个整个，这个叫大社会，一个大环境，这是一个叫做荣誉。你可以为人服务，不要说只是一直在说的是我要赚点薪水回来养家嘛，
这是本来是要的。那个语言的差别就在什么？你在治国吗？你说我们要治理整个国家，那只是叫做，这是一个叫做分工。你永远是在一个某一个螺丝点上面来做某一件事，这不是共同的问题，又是什么呢？这里面是有道的啦，道。那平天下呢？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来说的话呢，它还是有一个道。那个道是什么？每个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你现在的此时此刻你要求的是什么？这个叫宗教的本质，也就禅修的本质在什么地方？回到个地方，我们从来都没有离开禅修，我们都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佛性。我们可以为社会做什么样的服务？疫情继续，我常常说的疫情一直到处在蔓延，什么时候归零还不知道。那这里面要大家活在这样的疫情里面，活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又水灾又来了啊，老那个天要下雨，或者是要台风，要哪个地方要淹水，甚至呢叫地球本身的环境在变化，叫软化，这个是叫共同的问题。这里面永远我们可以在这里事实上一定是叫做看起来佛家讲的叫做你还是在这当中的，你是这当中的一员，你是当中的一员。所以最近我个人是觉得说，我们禅修本身要带给人们的是除了先稳定了自己的身心，还要是什么？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做的嘛。大家现在开始很喜欢禅修，你用葡萄干可以，那你可以用别的吗？你带他们去种菜啊，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们自己要先扎稳自己的行门，跟你真正的关心的那个心是什么。不然的话，不是葡萄干本身用这样套公式会僵化的，跟科举一样的，自身难保，而且不知所云。可是理可以知道，再说佛心佛性，大家应该都可以趁这个时候好好的去专注你的佛在说什么，不是标准答案，不要像科举一样最后不要废掉。可是废掉以后回过头来还是继续在联考考试，还有什么，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而已，手段而已，不是一个代表全部。它是活的，它是有机的，而且是呢近未来际还是存在的。现在我讲的这些是我一直相信的是佛事佛门，我们在做叫做弘化工作，我们在化导工作。你化什么？我想每个人分一支芒树到去给你去压压的去扶一扶，但是你要扶也要扶出一个所以然，不是什么这个叫做最后还要问自己说如果吃葡萄干是仪式如果我拿个
那个拂尘拂两下也是仪式啊。如果我拿个锄头啊，去带他们去锄，去种菜，或者带他们去挑水，能够挑出一个所以然，你说多好啊！你说多好啊！随手拈来运输，叫做挑柴，或者做事挑柴，现在没有柴可以挑，或者挑水也没有水可以挑，那你就拔草，那草然后用机器割一割快一点，你说一定要拔吗？也可以说出一个所以然，这绝对是叫做百草头上主诗意。那挑水运柴也多是祖师在说的话，是祖师你代替祖师在说话，就是这样子。我想说宗教佛教是站在现在叫站在宗教的角度在说话，而且是有一个所有的宗教都是有一个共同的根本，以人为本，而且这就在告诉了人们叫做什么是本来面目。可是呢，你要说色身吗？还是说法身？还是佛的圣教？还是要讲工作？还是要去写经？还是去盖房子？还是去挑粪？所以这些全部都是这道在哪里啊？如果祖师大德说跳道在呢那个屎尿间，屎尿是什么？就大便小便。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呢，我去听达赖喇嘛家开示，他坐的座位坐得很高很高很高，哇，大家听得很高兴。他突然说，好了好了，我要休息。做什么？你说这种事情都要我自己去做，这么麻烦，我要下去了。他上厕所，他自己抓抓头，他说，哦，我要去上厕所了，连这种事情都要我自己去做。对呀，啊，当然他自己去做，我们当然说，这是他自己的事啊，让自己去做，不然谁要去帮他做呢？其实祖师大德很多的在语录里面说，道在哪里？道在屎尿中。那现在我们叫屎尿中，我们哪一个人这个地方不通也是要看医生的哦。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讲，有时候在回答的时候不是只有是大便小便啊，那个大便是什么？还有以前的人叫做啊，不一雕啦，哦，种菜需要它，种田需要它，哦，以前最好那个都还要用钱买的呢。可是呢，这些东西它的价值也随着时代在改变中。现在不叫不一雕了啦，叫做赶快让垃圾车拉出去。所以这些都是什么？我们怎么样看待人啊？要考官做那件事情，那就是当时尽心尽力。宗教是一个安顿人的，而且是让人可以和谐的，可以身心稳定的，可以呢在生活里面呢可以当下就可以了，当下就可以开悟的。问题就是你要关心开悟他才会开悟，如果你连这些都不想要的话，那根本就不知道，你平白的让他就是流走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在这里禅修，我想说呢，大家把前面三个偈颂呢你们自己再背一遍，叫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释迦牟尼佛说的。
可是六祖慧能大师是什么？就讲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菩提在哪里？菩提在哪里？那菩提，我们以为菩提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叫菩提，它是从释迦牟尼佛佛陀那布达，然后转化成为菩提。有菩提呢，中国人说叫做道。所以道在哪里？道在始妙，始妙中，这都可以说的。那还有一个偈颂就是什么？我有明珠一颗，哦，那个大家自己背。包括最后一个偈颂呢，只是选佛常，个个学无为，个个都在学无为。所以无为这是什么呢？中国的翻译，这个是叫做用中国的语词，中国道家的语词来解释佛教的涅槃。那涅槃是什么？无为，就是无为，这叫格义佛教。格义佛教从魏晋六朝用了这样的语词，现在我们此时此刻重新去看待。所以大家呢，既然知道那个就是一个理，那理跟事呢，有时候说你要把你的理在你的践行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自己的经验体验里面呢，本身去完成它。但是完成不等于叫做终止，你还可以再进步。所以道无所不在，随着你的年龄，随着你的修道，随着你的禅修，你要还是要再给自己，你还要再进步，你应该要有新的体验，如果没有叫浪费。这些呢就是禅修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还要再进步。因为多吃的那些米跟多过的那些日子，你说要跟自己还是要交代的吧。不是人活着不是只有一直在拉屎拉尿的了，不是吃饭拉屎拉尿的，纵使生病要生病一个所以然，这些是可以体验的。那这个就是你的叫做全部回归到你的禅修。禅修是什么？也是在心啊，心怎么？心要空。好的，今天就讲到这里。